对，家里好好听，对，就我来说嘛，反正我们就是要聊，没有聊不会有感觉，就会聊了一下子就高潮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今天不能下午了嘛，今天不能下午三点半，然后我们不好的时间点。好，那么各位好朋友们，请问我在哪里知道吗？我就来到哪里去玩？
现场的，伊讲在呢，现场现在伊讲无聊在呢。